今天来一个巨型的皮皮虾啊、哦！和我脸对比一下，还有手，太大了。哇！哇，太肥了。这红膏，这次真是赚到了啊！剪一下头，去下边儿，这才是正确吃皮皮虾的方法。没事，放在里面，我一会儿再清理啊。把这边全部给它剪下来。OK， 揭开。哇，这块大肉！哇，满满登登的大肉啊！沾上这个酱，哇，关键是太肥了。辣椒酱，喜欢吃皮皮虾的啊，一定要给来上双击。今天来两个纯原味的爆头，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吃法啊，看看用吸管。哦，哇，这个肯定能吸出沫，能不能吸出沫出来啊？嗯，哇，烫死我了！哇，这是我尴尬。你看嘛，我这个沫爆浆了都，来一个爆一个头啊！哇，差点烫飞了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因为我嘴里面有溃疡，将就一下，咱这个量好了，将就一下爆啊，调控一下。太发达了，莫喜欢的双击，今天来上一公一母的海螺啊，一个大的带着一群小的啊，这个大留给你们，我先来两个小的，先来一个母的啊。哦哦，哇，太烫，放上一点辣椒酱啊，这个苦胆我就不摘了。哇，稍微有点苦啊。太香了，喜欢吃的双击一口懵了啊，哇，来上一窝的啊，蜗牛串串，全部是全母的，来上一个啊，辣椒酱。
苦胆和肝脏，摘掉啊。特别有嚼劲，蜗牛一样。妈妈又呛我鼻子了。干，喜欢吃海螺的啊，双个鸡，苦胆和肝是不能多吃的，你吃一个可以。苦胆，这边是肝脏。哎，你别吃了，咱们家这么好的八爪鱼，你也不给粉丝们介绍一下，想卖出去吗？肯定能卖出去啊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关键我怕卖不出去。卖不出去也得尝试一下，赶紧给他们介绍一下。那好吧，我给朋友们介绍一波啊，咱家这种八爪鱼一斤是4到，来吧，今天搞两个硬菜啊，搂那么一搂，先搂个爆头啊。哎，好吃。嗯，这个有点硬哈。带黄的啊。章鱼足。